就觉得我们都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他其实看到了我们一些练习过程的影片了，然后他就自己也心疼，然后好像他也掉眼泪，好像一个人的时候，但是他就觉得因素没关系，对，因素没关系，你还是 MVP。 没有了，他那个最后一句他没有讲。我没有，因为我前五六年之前开始运动，然后我就很爱健身，然后就觉得，就每天去早上去健身房，然后做一些 CrossFit 的运动，我就觉得哦，还蛮健康的。你给我什么项目，我都可以做，也都可以做得很好。我开始上这个节目，后来我发现，哎呦，我真的可能是骗制作单位上这个节目的，没想到。他就那么厉害。在每一次学新的运动项目的时候，会有规则。规则，对。是不是因为语言的关系？对。你要花，他们是不是帮你翻译成？哇，要那个要谢谢果果，他真的很贴心。是因为 Dobby Cho 这个事情，他开始做每个项目都帮我翻译英文，然后特别说，就这个是这个礼拜的项目哦，然后。全部都是很厉害的英文。那有什么话想对小杰教练和袁浩哥说？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棒。他们的 我相信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两倍三倍。像小杰，他真的他去高雄，可是为了我们的练习，他每个礼拜都来，然后就陪我们练到底。他也很累，他也有家庭要照顾啊。但是他愿意花这个时间跟我们在一起。浩也是，他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要非常的想照顾我们的队友们。他看到了我们冷，他说：“我们明天去啊什么什么地方？我们去拿衣服，我会帮你们找那个外套、裤子、鞋子，你们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找。我们明天几点去练习？那娃娃车在什么地方？在几点？谁需要去？我接你们。”他第一个到嘛，我就觉得感谢这个两个，他们都是希望我们为了好好比赛，他们会做到底。想到那个娃娃车的事情，又开始就有一些情绪啊，就觉得哇，过了几个礼拜，也不需要约娃娃车，也就会想念跟大家在一起的练习啊，我就觉得有点舍不得，有点难过。你来过，却爱上自由。你去走，我不问理由。一起唱，我会。再看最后一集，再问他。他也是就觉得我们都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他其实看到了我们一些练习过程的影片啊，然后他就自己也心疼，然后好像他也掉眼泪，好像一个人的时候。
但是他就觉得因素没关系，对，因素没关系，你还是 MVP。没有了，他那个最后一句他没有讲，所以我自己希望他有一天跟我讲。他每一集都看，他很爱这个节目，然后他最爱芝芝，对，他说他是芝芝的很，对，粉丝就变成粉丝。他说芝芝不会是什么，他什么都会耶。会，早上晚上会，早上如果太早的话，他也知道我在练习啊。但是晚上一定会。是你可能那一天的状况、训练状况会跟他分享吗？我很多事情，我就给他看节目了，因为我练习的过程或者我不会特别分享啊，因为我知道他很心疼我，所以他就觉得哎。几个小时练习，我也不会报这些事情，我就说，哎，我今天练习回来的就都很顺利啊，然后我就不会说任何的东西，因为他也不想知道，他想看节目，知道那个结果，对。从7月31号，对，已经五个，对，快半年了，对，可是我觉得没办法。今年就是这样子，很多的夫妻啊，或是那个家人都受封，对。然后现在日本的疫情也越来越严重，我妈妈、爸爸跟弟弟也在美国，然后美国现在也特别糟糕了，所以就希望大家平安健康，然后很快就，对，赶快结束。